百类谁敢挑战？我敢。哎呀，我也敢。我先来。啊、哦，我输了你再来。输了咋办？咋办？输了就输了嘛，咋办？输了做俯卧撑怎么样？行，那你先走。哎呀，当头炮。上吧。来，我也上吧。推炮。哎。出狙。来，我也出狙。哎，进狙啊！你这啥套路？让我滚桌。啥布局啊？这没见过你这么开局的。没见过呀，走了就是让你没见过的。哎，金钩炮。哦，金钩炮。金钩炮。金钩炮。鸳鸯炮吧，那一个大四局的气势是，那一勾再一个大局啊，大出局，那种。他你没烧到了，上吧。我继续拱卒。输掉，你也输掉。哎，不理他，理他干嘛呀？来，给你吃。回来，哎。我姓马。小伙子嚣张的很嘛。过来吃炮呢，这。进去。哎，吃炮了。吃炮要平炮打局了。哦。来，送掉。那就好。哟，都送啊。上马，上啥马呀？我送掉是天外飞仙送炮，还有啥情啊？人家不踩你咋办？哎，来空投空投，哎，先让马吃，哎，加空投嘛，哎呀，哎，那不走了，先加空投，上马，你看，哎嘿嘿，这好起来了，叫啥呢？嗨，人家他就没了，哎，上马，我飞象，你上马能怎么样？哎呀，直接把狙吃了，卒吃了吗？对狙，吃也卒送给你了。新狙，哎，子夏来了，抽起这个枪，能干啥？他来，赶快跳嘛！来，他来，让我出老将，他狙少呢。哎呀，我以为他压象野，他是直接出将了，我靠！来，送马，送啥马？送马呀！跳这，倒起来了，上三楼嘛，倒起来了。下去，我心哪也快得很。哎，这提个两下，咋做呢？我再讲怎么办？没事，上三楼，没事。再一扣就算了。让我上吧。哎呀，输定了，蔡局呢？蔡局，我看着中兵比别悲惨了。这不将军了吗？哪将军？哦，那做。来，香给你吃。妞妞，这就不中了。把炮打过来，这个香嘛能干啥？哎呀，炮打过来好。已经炮了。平卒。嗨，将军马都丢了，你看他。那也不拱死你啊？能拱死吗？那我平炮。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拱死我出来。吃掉，他估计这样。不能吃啊！不能吃，真不能吃。卒闪掉了。看他将军闪狙，看见没有？将军，哎呦！你看狙又没了，狙没了，将军狙没了。哎呀！我霸王狙嘛，怕啥？我在家。我霸王狙，我还怕他呀？狙给你吃了。来，吃了，他咋没办法杀死？死了，这回你还没啊？不，你还个鸟！平狙，有啥厉害的？他有啥厉害的？他，那我退马。先打一枪马，吃马先。哎，不走了，将军快上马。不听话，这将军就绝杀去了。哎，没气，他有啥气了？将军，哎呀，将军就是不听。那进来了。没下那个将军，哎，下来，将军了，到平炮了，吃马，退马了，这下，那该退了，怎么退？我不吃啊，进去，他马是死马吗？他吃掉，没有，他吃过去，你换马，我的灵魂，他都死了，炮了，哎呦，死子不及吃啊，知道吗？那我进去。看住了，看住他也出不去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来跳马。哎，他输了。得多直闹啊，小子。退炮怎么办？哎呀，他回马将军，我靠！进去嘛。进了，真的进了。进去不行，来。不走了哎。将军。想
这个，哎呀，这放着了，放着来，再讲。烧来了，绝杀无极，烧是干啥的？笑了，咋了？哎呀，哎，没啥事，笑掉嘛。来，退炮。抽住了，抽啥去呢？咋抽呢？哎，再将就呢？他那是让我来，我先将就。哎呀，将军能干嘛呀？我下下。来，我先下来。不着了。象给你吃了。大象呢？大马干啥呀？将军，才啥呀？才上二楼。再将。你刚才踩死一个。上。哎呀。对，我试试。我这个踩了。对，将军。那少个小一星啊。哦。那炮踩了好吗？来，我平炮。你看，连环将。烧尸了呢。上是。再将。下来，一顿乱将就把他将死了，再将。哎，别将了，让我下士。不着了，再将。来，八角马，八角马一不绝杀。哪有绝杀呀？来，再将。有意思吗，大哥？上二楼。你看，是又丢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叫死了，这回。我掉炮了。那我退炮。还能垫炮啊？哎呀。是啊，再将嘛。打回去了。弹子炮。再叫，有意思吗？我下再叫，这不打回去了吗？给我炮打回去了。哎呀，你往这跳，一步绝杀，绝杀了，没救了，绝杀了，推炮绝杀了，那是炮出去。哎呀，来走，我看你怎么走，还走吗？进去嘛，这能进来吗？来一下，下来了，进去绝杀了，走。哎，大哥去做俯卧撑吧，三、四、五，好了，大哥，行了。妈妹，快点，轮到你了。轮到我了，快点！哎呀，杀了啊！我天哪，怎么这还轮到我了？直接就是金钱，开玩笑的。哎，轮到我了。哎，你了。那大爷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让炮。让这炮上，半马跳。我也上马。上马。出去。出去！这不，我也出了嘛，我都最不会。哎，拱兵。你也拱兵啊？你拱兵，我也会拱兵吗？那个东西。那我进去啊，准备按我马了吗？不给你给这机会，直接蹦跶上去，上马对不对？直接蹦跶上去，就是的，好。嗯，上个马上个。直接蹦跶上去。停炮，出去。他是肯定的。出去。出去干啥子？我为啥要出去呢？你滚，才绝马哎！对，我刚看到那这么豪气，你让你给我说出来好。那我退去吃马。上马，上马踩马，直接滚了马。上马踩马。这咋了？这不是背锅一个吗？哎呦，背锅一个咋了？这个喝吧。大爷特别有想法。平局。哎，吃炮，给你丢了吗？你看。不要了。没有了，他做啥呢？早就让你吃了。炮给你吃。他干啥呢？骂骨了，又吃马。没有了，他吃马了。你吃了看一看。好。他吃了看看。马咋了？吃了咋了？鼓炮。来鼓炮，哎。啊。刚才丢一个马。杀掉炮！从这边直接就叫杀！现在丢了两个了，拱兵干啥呢？他还杀掉炮，快杀掉炮！带我进炮！你看又打串了，哎呀！你打枪！你要那么多干啥呢？有的吃呢吗？哦，是将军，将军，咋了他还？哦，打不上。他说的打了个什么军啊？上马！象飞起来！上马！不想要了，我三只鬼兵赢了。哎呀，这我不应该听的，我觉得根本我听错了，我应该起来，我直接将军的话。带我出去，封炮就行了，直接封炮。啊，三只鬼兵赢了吗？对，这不就赢了吗？这侧面胡。平局。将军。直接出来，哎，这不就得赢了？这钱错了车了吗？这。你靠，那我退炮。七十两子，赶紧。哎呀，连气两子，这。将就水。那我上二楼不就行了吗？上四楼了。来，吃死。这个炮，哎，别，他牛逼这个啥，牛逼的。大招在后边啊，平局上市试他，平局，哼，上市，哎，过来上，干啥的？他又不吃我，上干啥呀？别叫啥，再气一马嘛，别叫啥，好讲，那个不行，真不行，我的鞭子给你吃了，哎，将军，十局，那将军带小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这机会不他给吗？你不给他带将机会，知道吗？干啥呢？
哪有那机会呢？还真一天，我中族也给你打了。哎呀，炮正无子了，上马就绝杀了。将军啊，将军啊，哎、别提他的，撤打掉。哎，我觉得这东西，干掉这个少一个。平去，就是平去叫杀呢啊。叫啥了？狙退回来。将军，做的啥事儿？哎，你这好起来了吗？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好，这棋咋了的？好，好，让我上市。他走错了。哎，推炮。他走漏了。推炮，他告将军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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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敢不敢？叫你告将军吗？我先不讲。哎，将军，来叫起来。叫他干啥呢？叫他干啥？叫住，好起。对，先吃炮。哎。叫他干啥呢？将军，闭嘴！将军，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！干啥？我再讲。谁来？珠炮又没了。这又没了，再讲不了。珠炮又没了。让我下士。我靠，资历咋还一样啊？吃了干啥呢？还说的还。珠炮。吃呢呢？这笑。醉酒了。我炮也给你吃了。你吃我这个小炮嘛？你能干啥？上这匹大马。他又带上了，过来，嗯，好，有了有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上上片给干掉，上上高调，哎，不香吗？血得不血香吗？啊，平局，不香吗？上上高调，进去啊，快快进去，上来了，交上来了，没关系的，哎，没关系，交起来一上马就特别好，上马，六六六，你看踩双，他踩到啥双了？这踩掉，他踩到啥双了？他还踩的，他踩。哪有空踩呢？他小子害怕了，有光蛋蛋了，知道吗？光蛋蛋。你那不是马，你还叫酒水？上市不就行了吗？吃币，平来，赶快收币，对，收币，赶快。有了，过币就行了吗？这次。有了，有了。太早啊！有了，有了。进去，干掉，留一个就够了。对，这个活下就赢了。干啥呢？都愿意吃。说的。啊，留一个够了。向前进，对不对？生产长一凑。哎，大爷，还走吗？怎么不能走了？再不搭一个呢，我脱不了根了。来，金币，脱不了根了。你这个，哎，你下校，军走不了。合了吧，大爷？脱不了根了。脱不了根吗？脱不了根。吃掉。喝啥酒？他吃他的，他吃他的，他还。来吃了。来合了吧。这不就合了吗？合吧，大爷。哎，我虽然是上学，但是弄不住，没个兵。人家还多一个兵呢。行行行，合的合，合兵。